事大消息。哦，姑娘，你就吃火锅吧。还是你妈对我好吧。火锅也好吃。先来一个腿。嗯，怎么没有用？这都骨头啊！完了，全都没有用。给，我吃火锅吧，给你。老爸可真讨厌，一天天的就知道欺负我。嗯，妈说让我吃火锅的。吃这个。嗯，先来一口大火腿。妈真香，哎呀。咋样，串粉好吃吧？哎，真好吃，口口弹弹的。嗯。嗯。我最喜欢吃它这里面的串粉了。嗯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，像这样一盒啊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两盒，再加两盒，再加三盒，一共啊到手是7盒，只要39.9块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块，你平时啊放在家里啊放在办公室里啊可以多囤一点，吃完之后啊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啊，真的特别的省事儿啊，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嗯，你咋吃火锅了呢？我给你拿个大烧鸡咋不吃呢？吃啥呀，都是骨头，哪有烧鸡呀？姑娘你看看。好吧。呀，烧鸡。